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会不会觉得怀才不遇？会不会？我其实还好，其实还好。我觉得当你真的热爱一个东西，你很认真的去为它牺牲，然后去想办法去进步，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I pray you be my eyes and watch her where she goes and teach her to be wise. Help me to let go.今天我想为大家做一个好特别的节目，这是倩文第一次到台中录影。我们在台中录影一刚开始应该是什么样的礼物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呢？我们要办一场现场的音乐会。疫情时代，很多人觉得这是苦厄，觉得人很不安，而且对人彼此失去了信任。你到底是我这个时刻相遇的朋友，还是我相遇的病毒？不过音乐永远可以让你超越这一切，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办一场在台中的音乐会。我们现场有好几位朋友，我待会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opening 不是语言，我们的 opening 是音乐。 Once upon a dream， 请为大家介绍我在台中的声乐老师 Melody。 OK， hello， 大家好。很多人可能在文倩的世界周报的 Facebook 上看过她，她对我来讲是一个医生，因为她在我的肺部功能不能恢复的时候，趁她小孩 baby 在睡觉，跑来我家教我唱歌。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在练游泳的时候，没事喘得不得了，那游泳教练说休息五分钟，我说不用，我只要哼两句就立刻再游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告诉好几位心脏科医生跟肺开刀的医生，他们说哦，那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病人都上声乐课，这样啊。那当时他教我的第一首歌非常有纪念价值，今天是我们作为开场白的歌曲 Once Upon a Dream。 然后我们开始，这里有钢琴，有很棒的小提琴，很棒的 oboe， 然后带来这个很棒的声乐家 Once Upon a Dream。 Once Upon a Dream I was lost in love's embrace That I found a perfect place Once upon a dream Once there was a time Like no other time
声乐的人其实不要害怕，你可以用嘟嘟嘟，因为会让你的声音先出来，不要咬字，这样对吗？对。好，我们深呼吸，吸气，吸。嘟嘟嘟嘟嘟嘟。Molly， 我上次好像有一次你在边弹琴的时候边帮你把英文就突然想到就把它翻成中文，虽然你唱这首歌唱了 几百次也有嘛，对不对？可是你觉得翻成中文还是比较美哈。你翻得特别美哦。真的吗？来，我们这个第三堂考试是他们即席演唱演奏，然后我即席翻译，来，我们从头开始。我在梦中，我如此的害怕，因为那个梦太让我兴奋，因为我早就知道梦都会消失，而我最终必将孤独。我从前有过一个梦，你如天堂一般就在我的面前，但它终究并不属于我。你终究只是一个梦。你在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毕业吗？对。然后后来你得了好多奖，啊，拉单簧管，后来回来台湾就变成首席。你会觉得，因为我知道其实
很多音乐家都觉得他们要在国外巡演，那你其实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回家？因为我其实在国外我回来当兵，我一直还没有当过兵，是台湾的这个就是规定要当兵，所以就回来当完兵以后，那就开始找一些机会，工作的机会这样。嗯，基本上有去，其实有跑到大陆去，对。嗯，然后那台湾有机会，就因为台湾的乐团其实蛮少，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回来，就很棒嘛哈。OK， 那刚才我们听到你在吹那个单簧管声音哈，我常常觉得单簧。簧管在一般的时候不太会被当主乐器，可是他的那个声音很像一种舞人，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唐代的人在我们面前，他吟诗，然后他吟《长恨歌》，OK， 他就是你的单簧管的声音，就是一种会打到人的心里。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乐器很特别，对不对？有。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哇，小提琴就是他会把你的情绪立刻的拉起来，然后大提琴。他把你很低沉压抑的某些东西，可他好像有一个亲人在跟你说话。有人跟你这样叙述过这个乐器吗？它其实很像一个粘着剂，如果在乐团里面，它就是把弦乐跟管乐的声音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角色比较居多。弦乐跟管乐啊，那王强你自己做原来是钢琴，但是你做很多编曲。嗯，编曲，然后现在有在做配乐。配乐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你编曲了几个东西很特别的，其中一个电视电影配乐作品《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我们都要好好的。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陪你很久很久，这是很适合现在疫情的时刻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很适合在家看剧，现在。音乐到底在你的人生代表什么遗憾 ？Melody， 你自己曾经有一次我在广播访问你啊，你说你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时候，你的声乐老师告诉你，这个世间有不美好的事，有很残忍的事，有会让你伤心的事，它真的有太多令人失望的、愤怒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懂得用一种美好的眼睛去看这个不美好的世界，然后放在你的音乐里面，你的歌声才可以永远那么美好，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你讲得太美了。但你就一直维持到现在啊，就是永远就是声音看起来很纯真，然后那么干净，不只是你的声音，就整个人的干净，似乎你做到了老师那样的一个境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音乐到底给你人生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我觉得让我能够帮助别人。嗯，用我的歌声来帮助别人。以前我没有这样子，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感觉，但是这几年的音乐会有听众给我的 feedback 是说，你的声音有疗愈人心的效果。哎，我就觉得，哎，真的吗？我竟然可以用我的歌声，然后来让听众听了之后，然后心情变好，然后变得愉快，然后忘掉暂时的烦恼。那我觉得，哦，那我做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很美、很善的事情。嗯 ，Jimmy， 像你去 New England， 然后又去了好几个。Clifford 的那个音乐学院，那回来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是要回到一个教小提琴啊，你的生涯里头可能可以乐团很少，像哈听有您说的，那你会不会觉得怀才不遇？会不会？我其实还好，其实还好，但我现在是本身是没有在做音乐的，但是就是我还是有在做一些我自己在推广面还是有很大的参与度，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以我年纪小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们跟文倩姐长大时代当然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就觉得在台湾长大某一方面我们不是很鼓励每个人在自我方面很多的表现啊，很多的对话，就好像我们都被
规定说你就是长大就是要干嘛，你就是 考到什么，你分数就决定你的科系，然后就大家就这样。其实我觉得有一整个世代都被，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抱怨，因为好像人生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像我个人觉得在音乐或是在很多的艺术层面啊，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声音。然后我觉得当你真的热爱一个东西，你很认真的去为它牺牲，然后去想办法去进步，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对很多很顶尖的音乐家或是表演者、艺术工作者都有非常大的这种崇拜之处，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奉献他们一辈子去追寻一个很抽象，然后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别人看不到的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分享一下，就是永年，你们的人生还是会有一些挫折吗？每个人的人生以后都有他不同的故事。好，这是最有名的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故事千篇一律，不幸福的家庭每个人都各有他的不幸。但是我把它拆开来看，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里头都有他的幸跟不幸，每个不幸的故事都会发生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但是我觉得你们，因为你们都那么好的音乐家，当你不幸的时候，你面临一个低潮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单簧管发生什么会拿起来吹吗？还是拿起来摔？其实会比较去听，多听一点单簧管的音乐吧，或者是自己不吹，你用听的，听比较疗愈，听比较疗愈情感这样。真的吗？自己会吹了，偶尔就是听，还是多听一点。你用听的，令霞呢？我可能可以用弹的，因为钢琴本来就有和弦啊，就是可能会把情感弹出来吧。啊，弹完了以后呢？因为现在录音很方便。你是更悲伤还是更快乐？我会喜欢沉浸在那个悲伤里面。沉浸在那个悲伤。对。Melody 呢 ？Have you ever been sad？ 会用听，跟田老师一样听音乐。跟田老师一样听音乐，因为悲伤的时候自己唱不出来了。哦，真的吗？觉得你想给大家觉得音乐到底应该跟人生里头想给他们什么样祝福的话？音乐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音乐中去寻找自己啊，或是像对我来讲，我很喜欢音乐，是我觉得音乐它还是一种很多故事性啊，可能像现在大家讲没有办法出国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云游在音乐中去感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种浪漫感，我觉得，对，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是啊，这次疫情大家最感动就是意大利人太厉害，每个人都在阳台，每个人都在阳台里头唱歌演奏啊，家家都有不同的乐器这样子。OK， so 我们没有输给意大利人。其实应该叫王麟祥弹琴，但是我为什么要自己弹琴？其实我今天的节目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意大利人。然后呢，你可以跟我一样没有太多的专业，但是在音乐里头仍然很享受。那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唱手我的弹琴？我很享受。哎，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很投入啊。我很投入。你很投入啊，就是情感很投入，然后诠释的方式跟我本来想象的不一样。Yeah.
avec soi. Alors je sens en moi mon cœur.